我们总说女追男隔层纱，女追男在现实生活中的确更容易成功，但这件事绝对是因人而异的。如果从星盘的角度来说，有这样两个组合的男性要注意一下。第一是太阳射手火狮子，如果一个男人的太阳落在射手座，火星落在狮子座，那么他们一定是特别喜欢征服感一类的男人，尤其是太阳落在射手座，他们最喜欢洒脱和自由，在感情上特别喜欢得不到的人。有句话说得好，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。对于射手男而言，享受征服的成就感才是最快乐的，而加上火星又在狮子座，他们的关注点都在自我，对你的付出根本不敏感。另一个是太阳水瓶上升狮子，太阳水瓶的男人其实是比较奇怪的，探索真理的性格总让他们想要去琢磨一些神秘的东西，所以哪怕你赤裸裸地站在他面前，他就是能无动于衷。再搭配上升狮子，他们自尊心是爆棚的，非常喜欢征服他人，不喜欢放在嘴边的肉。总结来说，他们一边不食人间烟火，一边又想征服全世界，这种矛盾的心态不仅你倒追不到，也注定他们在感情上的路是不顺利的。